为公道，刀山火海也勇敢闯一遭，大案有高招，嘿嘿，小案心思巧，不管地多厚，不管天多高，钱都在我心中，哪怕风雨摇。公道公道是做官之道，不论你官大还是官小，厚道厚道是做人之道，平常心让你没烦恼。公道公道是做官之道，青天艳阳高高照，厚道厚道是做人之道，世人随风我你朝。公道公道是做官之道，不论你官我收到你的信呐，知道能够洗清叉烧包的冤情，我就急着赶回来了。糟就糟在节外生枝啊！哎，我知道啊，小凤在公堂上打了狗官，被人拉去坐牢了。哎，我们快走，哎，走走走，去哪儿啊？去找宋世杰帮忙。哎呀，不行啊，只有宋世杰才能帮小凤的。老爷，别再求宋世杰了，他不是好人呢、啊。他又怎么了？他和展护卫他们两个，你说什么？我亲眼看到的，他们已经承认了。少爷还不知道。大人，我儿子一时冲动了，希望您网开一面，原谅他，原谅他吧，开恩呐、啊！不行啊，这样没有气势。有些官不下不行的。干什么？打他怎么了？那种狗官不能打吗？你不要帮他，你要帮他呢，我就去告御状啊，告得你连官都做不了啊。哎，这个方法行啊。原来是以前的上司骆大人呐、啊！来来来来来，敬你一杯喝茶喝茶啊！对了，原来你就是小凤他爹，15年了，真想不到我们会在这里见面。15年了，有这么久吗？日子过得好快啊！我离开官场都这么久了，以前的事啊，全都忘记了。你不记得吗？一如。我记得，老实说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我真的不想见你啊，也不愿想起以前的事。我也不愿再想起，但展有为明明是一个好人，他对我洛山曾经有恩，我真不相信他是杀人凶手。还要畏罪自杀，还要全家14口一起去死，那么狠心，这怎么可能呢？大人呐、啊，话虽这么说，但是我查得明明白白、清清楚楚，他们是自杀而死、啊。你在跟我说假话！你当初明明告诉我，这宗案件疑点重重，我还叫你放心去查，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。谁知第二天你就草草结案，弃官远走，为什么？跑得还挺快啊！来，来，小凤，不得无礼，你快过来。拜见大人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小孩子爱玩嘛，啊？叫什么名字呀？我叫陆小凤。小凤，好啊，
也想像你爹一样做官吗？想，我想做包青天。包青天？小凤，自己去玩吧。哦，可以。陆大人，案子结了吗？詹有为一家十四口服毒自杀一案，下官觉得还有些疑点，正在调查当中啊。嗯，这么说，你还要查下去啊？案子黑白分明，詹有为淫杀妓女冷如烟，他的家人无脸见人，所以服毒自尽，事情很清楚。你再查下去，那就是浪费衙门的银两，这可是浪费民脂民膏啊！下官知罪，下官会尽快结案的。陆大人，府上几口人呢？一妻一子。哦，三口之家。哎，虽说陆大人是六品官，可也算得上是富足悠悠啊。托大人鸿福，托大人鸿福啊。陆大人，这展家的人服毒自尽用的是什么毒药啊？是毒丸。你怎么知道的？下官在案发现场拾到了一颗药丸，经过验证之后证实展家是吃了毒丸中毒身亡的。哦，哎，是吗？是毒丸呐。小凤，你在吃什么？是叔叔给我吃。不要让自己后悔。谁知我见完大人之后，张玉琪张大人就亲自来找过我。哦，原来是他。所以你害怕压力，第二天你就结案辞官了，是吗？大人呐，其实我呢是一个胸无大志、平平无奇的人呐。大人呐，我心里只想着把儿子养育成人呐。我大人呐，我只有这个儿子，我只有这个儿子。我不是怪你，换了别的官可能一样是草草了事，结了这个案子，然后就安安稳稳、快快活活的做他的七品闲官。我见你劳心劳力努力的追查，就以为你一定会找出那个真凶的。是我看错了你，大人。以我的个性，我真的不会去死缠烂打的审这个案子。但是审着审着呢，我却发现这个案子，什么？没事，没事。大人，喝茶喝茶。做官实在是不容易啊，要有过人的胆识和魄力。你弃官隐退是对的。可你儿子就没你聪明了，我不想让他做官的。不过，大人啊，我请你帮一个忙啊，你不要把这件事情告诉我儿子，免得他知道他爹这么没用啊。我也是做爹的人，
我将他收押也只是想让他冷静一下，啊，你去劝劝他吧。好啊，多谢大人，多谢大人呢、啊，我去劝劝他。那我告辞了啊，哎，大人多谢啊，多谢啊。是一点进步都没有。怎么会呢？你比我刚认识的时候进步很多。真的？你在骗我。其实你们都在骗我，你们合起伙来骗我，也没有一个人可告诉我事实。可告诉我，其实我是个没用的人，你知道吗？如果你让我选择的话，我也不会选择再去当官，我宁愿选择学武，这样起码我可以揍那个混蛋一顿。对不起，我真的不知道，原来你一直都不开心。那是因为你从来都没有真正的关心过我。端端的怎么会变成这样啊？哎呀，这药怎么一天比一天苦啊？好了娘，一天比一天苦呢，马上就会一天比一天漂亮。来来来来来，夫人，菲菲有没有信来呢？你吃了这碗药啊，就算他没有信，我也写一封给你啊。来，来呀，我要见宋世杰，宋世杰，我有话跟你说。宋世杰，放手。陆老爷，你找我有事让下人通传一声就可以了。娘，我和陆老爷去书房聊。儿子，你有什么事要出去聊，为什么不能让我知道？娘不是不让你知道。儿子，我看他的样子是想杀你，有什么事就在这里说。陆老爷，你放心，有什么事你说出来，我替你做主。娘，他的儿子在公堂上打人，被两广总督关进了大牢，这关我什么事啊？陆老爷是不是这样？宋世杰，你就没有安过好心？你想玩死小凤是不是？我请求你挫他的锐气，结果你反倒让他做了官，所以你咽不下这口气啊。我们来美龙县这么久，你一直在算计他，你想玩死他是不是啊？臭小子，你没有做过这样的事啊。娘，我是和他儿子玩，我没玩死他呀。没有？你还说没有啊？你连他的女人都抢了，你好毒啊！你想要他的命啊？那你是来报仇的了？我们这里任何一个女人都能打赢你，我和你去书房单对单搞定他。臭小子，不许走，有什么事就在这里说。娘，娘啊，宋壮士，就当我这副老骨头求求你了，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，你放过我儿子。哎呀，你儿子做事靠拳头，你做事靠膝盖也真不错。好好，来来来来来。哎呀，娘，你就让他说完嘛，他还没有说完呢，你让他说。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，如果当初我没有求你挫我儿子的锐气，你们也不会结下这个怨。你想让他走，你不是要他的命对吧？就算他把命给你，你也会嫌多余的。我求你帮他最后一次，替叉烧包伸冤是他最大的心愿呢。事过之后我们立刻离开这里，永远不回来，永远不回来啊。
你想和随风好是吧？我不会说半句的，就算你要我这条老命，我也不会介意的。总之，你不要碰我儿子，我求你了，放过小凤啊！宋壮士，我求求你啊，求求你、啊！臭小子，你又作孽了！好好好，全是我作孽。你有事情呢，是因为我作孽；你儿子有事，也是因为我作孽。天下人有事，都因为我宋某人作孽呀、啊！好，娘。我全都揽在身上，好吧？你的叉烧包我揽在身上。至于你的儿子，我宋某人多说几句，我认为他不适合做官，因为官场有很多规矩，他做官就犹如身在茧中，如果他想取得成功，就要破茧而出。陆老爷，你整天为你儿子劳心劳力，我送五个字给你：儿大不由爹呀。是不是这样说啊？你有没有喜欢过我？其实喜欢就是喜欢，不喜欢就是不喜欢。干嘛不说话呢？好啊，那你不说我说，其实我一直都很喜欢你。但说句实话，我从来都不知道你心里想的是什么。跟你相处这段日子，你一直在鼓励我，不知道你心里到底想要的是什么。虽然我很讨厌宋时杰这个人，但其实他起码是唯一一个能跟我说实话的人。一个人静静。宋世杰见过大人。我现在很忙，你有什么事吗？在看叉烧包一案呢。嗯。生气了，大人？你身为两广总督，你到梅龙县来审理这种小案子，现在被告和原告两个官都在坐牢，正所谓搞得乌烟瘴气，丢那么大的脸你都无所谓，不会这样就有所谓吧？宋大壮师今日大驾光临，不是为了和本官玩一把吗？有什么就直接说吧。宋某人等前院看看大人请不请人。难道你有好办法？那就要看大人的胆子够不够大。哼，我连有功名的壮师都敢打，你说我胆子够不够大？不如先谈谈价钱吧。放开我！过来，跪下！放开！跪下！师父何必行如此大礼呀、啊？刘华东，找人来这样对我，就不必再惺惺作态。你究竟想怎么样？你还记得当日我们一起离开梅龙县吗？你说想一个人出去散心。那为什么反过来又跟在徒弟后面呢？婴儿那件事是不是你做的？因为我查不出来。我知道你总有一天会查出来的。那又怎么样呢？阴险小人。你还记得你第一天受华东围屠吗？你就教华东打架，你说做壮师最需要的不是招式，最重要的是趁人之危，够阴够狠。你果然得我真传，原来华东风流人皆知，为一个女人你陷害我。你说什么？你最近跟菲菲好像来往甚密，你们通信说什么来着？
好像说和氏璧是不是？你别忘了，我才是广东四大名壮排第二的那个小徒弟。你这么玩要小心点，你总以为自己比宋世杰聪明，完全不知道宋世杰比你高明多了，你知道吗？为何你不知道敌人在做什么？因为你不够聪明。你笨成这样，我做你徒弟都丢脸了。其实我这样做也是给你一个机会，让你好好的想一下，想通之后你还有救。原来你一直都瞧不起我，这么晚才知道。我警告你，宋菲菲是我的，我不会让任何人伤害她。好一个真情的刘华东，你可以在背后捅我一刀，我同样可以在背后捅你心上人一刀。哼，你有种现在就杀了我，否则的话我让你明枪易躲，暗箭难防。就算我聪明不过宋世杰，可我终究是你的师父。想不想做第一大名壮？你老婆的事每个人都知道，你当然会觉得没面子。就算我华东现在不做壮师，但让人知道我曾拜过你为师也一样没面子。师徒的感情也好，为了我自己也好，我不介意再帮你一次。就凭你想赢宋世杰？宋世杰太嚣张了，早晚会得罪人家。问题是能不能把握这个机会再加上一脚？条件很简单，你永远别再碰菲菲。这边说对菲菲动了真情，那边却要对付人家的哥哥，说到心狠手辣，陈梦吉自愧不如。听朱一兰嘛，如何？答不答应啊？喂，我可没有什么耐性啊。好，那你就好好的想一下，韬光养晦，等事情过去了，但是要记住，永远别再碰别人的老婆，不然这件事没搞定，另外一件事又出来，到时连神仙也救不了你啊。师傅，你要有点耐心，时机一到，你会实现你的梦想。好，我等你的消息。云中，少爷，你猜今晚的天气会怎么样啊？少爷让我问你，肚子饿了没有？啊，我。少爷，啊，宋二小姐已经来了。请我吃饭啊。你喉咙不舒服啊？没事的。如果你只是想请我吃饭的话，客栈也有饭吃啊，不如我回去吃了。哎，其实我有东西想给你看。如果面对面都要写信，不如不见面，我不看。对不起，华东在公堂上什么话都能说，但是
有些话华东不知道怎么开口啊。其实人的嘴巴并不是用来在公堂上唇枪舌剑咄咄逼人的，其实真正的用途是要去说一些真心想说的话，否则你长了一张嘴巴就是生了病的嘴巴。你说的也是啊。那算了吧，既然你不愿意说我也不会看，那你就把信念出来我听着。那我只能念一遍而已啊。我离开以后，我还想以后再见你，菲菲。华东想每一天都可以见到你，以后也是，你明白吗？如果你不明白，你现在就可以走了。够了吧。你问我的话我应该认真思考了才回答你，不然就是对你的不尊重。那你的意思是？我不知道该怎么讲。那也要学着讲。菲菲，你不要去杭州了，回梅陇县吧。我马上启程去告诉我父亲，向宋夫人提亲。放心吧，我一定会回来。我没成亲。小凤他娘，还记得15年前那一晚吗？今晚不同啊，我现在就把行李收拾好了，不像那晚那样匆匆忙忙，过了今晚就可以回凤来镇开开心心的过日子。过了今晚，过了今晚呢，弄鬼就不给你饭吃，走。
我通奸，害得死不瞑目，变成厉鬼，永不超生。现在我上天无命，入地无门，所以我来找你顶替。不关我的事啊！不关我的事。不关你是为什么，明明我是被万夫人推到井里，你竟然判我通奸自杀，一定是同谋啊！通谋！通谋！大人！冤枉大人！冤枉大人！我收了他们的钱，所以我才这么怕呢。早就知道是万夫人杀了我。是。你早点招，我们就不用来这麻烦脏的地方了。好了，出来吧。怎么样，我的演技不错吧？第四大花旦还罢了，啊，剩下的交给你了。陆大人，你是得来看我了。你是不是来安慰我的？啊，不是啊，就算我说一千道一万，也不及那个狗官一句话。我认了。哦，不会吧？陆大人好厉害的。哎，快点升堂把案子结了。嗯，吃啊。我没有这个勇气。臭小子，混账东西啊！哎，我告诉你啊，我昨天晚上做梦啊，梦到叉烧包了。他跟我说，他哭着对我说的，他说把那个狗官判罪的只能是你啊，还我清白的那个也只能是你啊。哎呀，我说的这么凄凉啊，你还笑。好，就算我是编故事好了，叉烧包泉下有知，他也会这么想的，对不对啊？去不去啊？去不去啊？大人，洛大人，好。冯忠，当日你说万老爷贿赂，营私造假，将本来是被万夫人虐待打死的叉烧包说成投井自尽，可有此事？是。好，也就是说，叉烧包并不是因为通奸而羞愧自杀，他是清白的，对不对？是。说呀，叉烧包是清白的。好，冯忠，你贪污舞弊，以权谋私，不仅罪犯欺君，你置百姓的性命于不顾，你其心可诛啊！好，现在本官判你死罪，待公文批下后立即处斩，你的家产一律没收。来人呐！在。把他给我压下去！是，走，大人，大人饶命，饶命啊！各位，叉烧包一案就此结案。现在本官宣判，被害者叉烧包还以清白。
萧峰不能算是一个好官，萧峰也不能做一个好官。这么有一年多来的萧峰的关照，有人呢辞官归故里，有人连夜赶科场，该做的我们都做了，希望下一任知县是个好官呢。喂喂喂，不必担心了。阿爹啊，嗯，听说九叔的儿子想娶烧麦啊？是啊，烧麦说过了，要问问你，他才肯嫁的。嗯，这还差不多啊。嗯、我告诉你啊，如果他没问过我就嫁了呢，那他就死定了。喂，怎么样你？跟我一起回凤来镇吧。其实说真话呀，爹经常说，排骨很想你。嗯，我要回乡下去了。而且我和你说过，如果有选择的情况下呢，我喜欢肥一点的。扣肉最好了，没扣肉啊，只有虾饺啊，你去不去？哎，各有所爱，各有所爱。哎，儿子儿子，如果九叔来提亲的话呢，我们就跟他满天要价。爹现在没钱喽。当然的了，一定要往死里杀呀，要弄得他很惨才行啊。你想啊，要不我怎么会有钱风风光光的娶随风回家呢？啊，随风你在这儿呢，进来啊，来啊，进来吧。呀，整天就知道舞刀弄枪，不是我说你，这是事实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已经想好了，让你卖点心肯定是不行的。不过没关系哈，根据你的特点呢，我定了一个新的节目，你看怎么样啊？四月坊在下面伴奏，随风呢在上面卖舞，这样呢不但他有事情干，而且我们还能赚到钱，何乐而不为呢？你说是不是啊？啊，好不好？喂，你害羞啊？怎么不说话啊？少爷，有几份辞官的文件，你要帮我先签一下，来。喂，你又不是我未来的老婆，把手松开啊，走开。喂，儿子啊，最近啊老爹这个腰病又犯了，你能不能帮我涂点药酒啊？这儿疼啊？对啊。哦，哎呀，闪开啊。喂，究竟什么事啊？没事啊。好，那你说说呀。我究竟怎么回事啊？好啊，你比他们都老实是不是？那你跟我说，我们出去说，走。喂，哎呀，大人好啊！各位好，各位好。他来干什么？啊，风妹啊，叉烧包一案已经结束了，我和你回家吧。你来干什么？哎，纸是包不住火的，你还隐瞒他干什么呀？大人，我和风妹是两情相悦，已经定下终身了。你说什么？世杰，哎，你听到了，他叫我世杰，我现在也习惯叫他风妹。你不要叫他的名字，把手拿开。啊，你冷静一点啊，这里个个都知道，只有你不知道而已。世杰，你真的吗？啊，你们是什么时候知道的？你先走吧。哈，大人，我很明白你的心情啊，官场也输，情场也输，真是陆小凤变陆小鸡啊。你住口啊。好好，不说了，就说一句，大人，当日我说过放虎归山，是希望和你慢慢的玩，谁知现在玩一下就玩完了，早知当日我一下就玩死你啊。走吧。
手，放手，放手啊！你说，你这算什么呀？牛郎来接织女，天经地义是吧？我看你不敢跟他说，我来替你说。你为什么要这样对他？人家现在和你谈婚论嫁，你越是瞒着他，不告诉他，他越是伤心啊。你这样对他，究竟想怎么样啊？就好比是一条蚕呐、啊，它在茧里是没有用的，所以一定要它破茧而出。我现在解释给你听，你也听不明白，是不是？走吧。我想回去看看他。为什么你不相信他是一个自己跌倒了自己会爬起来的人啊？你让我回去看看他吧。哼，你这么顾着他，你有没有想过我是什么感受啊？如果你信得过我，你就让我回去。我跟你说过我不会害他，你信得过我的话就不要回去。我一定要回去一趟，就算他骂我，至少我对得起自己的良心，你知道吗？随便你啊。觉得他会怎么样？多谢你啊，感激不尽，还回来看他。不用了，我们父子俩会过得很好的。多谢啊。你们让我进去和他说几句话吧。让他走吧。嗯，少保已经沉冤得雪，你在这里的心愿已了，你还回来干什么？这样激怒了宋世杰，我问你怎么收拾？他现在还没有正式答应帮你爹洗冤呢。对不起，二叔。你不是对不起我，你是对不起你已经死去的阿爹和亲娘。你是不是想前功尽弃啊？可是他们对我这么好，我还欺骗他们，我真的很辛苦。我知道你要对着宋世杰做戏是很辛苦的，可我说过了，如果你真的喜欢他，等你替你家人报仇以后，你们俩就可以成亲了。那小凤呢？我假装和他相好，利用他来引起宋世杰的妒忌。我这么利用他，我拿什么来弥补他呢？那你是不是会嫁给他呢？柔儿，我和小凤相处了这段日子，我也很喜欢她。但是做大事就一定要有所牺牲。她惨，她惨得过你一家十四口惨死吗？